我骚眼镜三射手就选过的英雄，但是在当时哦，无论往生来了吧？哎，卡莎点错了吗？换线这个问题上，啊，最后一手换了，泽利上单吗？是，哎，一保三，一个人保三个射手。我遇到了困难，我现在解决，不用睡不着，我今晚啊。对线会不会非常折磨？看一下一级奥跟奈特两个人疯狂换血，现在双方都下到了半血，但 B 幺七这个版本换线吗？一级直接进野区了。而且很少见啊，说实话。这个版本基本上都是选择在上路去硬扛的。版本 BLG 还是要选择进行换线吗？我们来看一下。不是这个版本换线不是很亏吗？要直接换了。不是，如果说如果说能如到对面打野的话是很好的。来了，哎呦，体育社，对呀，这一下牛逼啊！苏妹不该刷这个石头人。是呀，就这样玩杰拉是赚飞，兄弟，猪女只有一片野去吃。啊这能踢下去吗？冰啊啊！冰，他可能两根追不了他，但是一狙猛烈英雄。兄弟，对面是卡莎呀，卡莎加女 T 呀。对呀，你就按着之前。草丛小龙全控。龙已经快打掉了，来不及了。从上帝视角看，这样 BLG 先吃一条龙，而且在野区河道的部分下路被撤掉的。别打起来啊！喂，闪现还是被减速了，闪现没过去，这样的话有点危险了呀！插 U 位，一发导弹直接拿到了熏的人头。哇，这前期野区优势，这一波打完全没了。稍带点预判，这波打到底必死的。而且这里还有屏障，带了屏障的。那怎么每一波都给中路镜头都是在往后跳啊？什么情况？兵线一直不敢推，主要没视野。而且 T1 的野辅这段时间他的位置被逮到，没有闪现的，糟了，差一位，伤很低，还要让给中路全头，还是 Q 把泽利的头，我的发，下条小龙必须得吃，小龙在哪看啊？大招都用了，嗯，看能不能打一个技能的真空期吧。想绕阿斌，阿斌这个位置兵没大，泽利超级来了，能走吗？没来了，要闪现，闪现没用了。还要再给泽利吃个头，我又有泽利了，发啊！两个头在手，我泽利还能吃皮发了呀，泽利，阿兵还没 TP， 得给飞机压力了呀，这波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啊，对啊，得摁月了，兵全没了。就是摁月啊，泰坦八刀摁月，可以硬来给大刀，欧文先扛没问题，欧文扛着就行了，扛到底，拉走，喂，拉出去，杰拉再给大，这刀好死的了，哎呦，飞机吃到这个头 ，Carrier 的日炎要搬，这种月塔不能省技能的呀，要直接全给呀，对啊，不是干嘛呢，哥们儿，多少了？再换完飞机这个头，这能被换个头吗？还想再弄一波，兄弟。哎，让你上了 A 塔，让你以为我回家了，完了呀，又上大了呀，又睁眼，着了，滑过去，开大招，后面就在身边，爆了，回桑提在这个位置显得过于笨重了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大招空，还有盾，只能续一个，泽利还有盾都不用开，兄弟三颗头啊，干！带队在吃峡谷先锋，不过这个峡谷先锋，你要再吃两波欠，退去打爆要回家，特别好，不领先两欠，对不要，兄弟退去打爆正好领先两千，哦不止，要领先两千五。我领先两千，还能吃吗，兄弟？六百块一血塔巨贵，一血塔贵的发昏。现在不是现在问题是感觉 B O G 的节奏没有啊，零啊，对，没有节奏点的，他们没有节奏点。成为下一波的一个伏笔吧。就小炮推不了塔，然后小炮受到压力，然后对面推下塔的时候没压力。乌鸦，哎，这波留住给大招，有机会杀吗？有机会吗？稳住了，着了，兄弟，还是杰拉的头。之前呢？就等龙呗，现在。我有点狂，欧文这个位置，欧文走的位置真的太狂了，对，这旁边整你，欧文，哎，还过去，过来，他整你，欧文，欧文要得力了。牛逼，欧文太狂了吧，兄弟，欧文，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走路啊？他走路不看路，兄弟他走路不看路的，他妈右边要喷他这样玩，他全不看路，欧文。西巴泰坦不会走路，哎呦，泽利一个人在前面狂走狂装，然后他自己退了，或者那个泽利直接搞个闪跑了，哎，一交了。
还行 ，Elk 有银血，我又被射到了。Elk 一个人射，黄砖兄弟无所谓啊，欧文有狂徒能回。75、83、83、83、75，开欧文吧，欧文没闪，完了呀！兄弟，第一波那样走路把对面杀了，第二波那样走真死了呀！他没闪，没闪肯定不能那样走。这哲力在侧面玩，看有没有机会弄他呀？他装什么呢？不是把龙拉出来啊！第二期这边如果 EZ 破格不了的话有点尴尬， EZ 需要打一下拼抢拼抢拼抢，怎么说龙差一个被秒的龙也要没，我哲力今天是杀了哲力发毛了，我哲力不行，下一个哲力兄弟结束刮痧 AQA NICEP 装备大道很少不大功，但是我只想问一句话，不是把龙开拉出来开龙啊，在打喷兄弟，这波团在我再中一下飞过去死了耶，哇糟了来了，压起身有精神，换大招吗？起来先交闪，大招没开出来，然后换个女 T 换个辅助还行吗？没感觉兄弟，还是爆中路塔没了，那下个塔呢？下个塔感觉也要给了耶，哎呦走位扭掉了这一发勾，哎，泽利来了，Elk这边直接被打退了，而且泽利伤害非常高，昂也被打出一个闪现，昂这边应该是要走了，这泽利黏住他拿到了这个人头，勇一点他绝对能打，但他没屏障可能缩了一下，剩下的宙斯和古玛玉玺可以去清理 BLG 的野心，泽利这英雄是这样的呀，一个大刀过去伤害巨高，那这样现在守起来是有难度的呀，希望顶着这波线就要进来点高地了，兄弟打羊又倒了，蔡文又没了，哇这样熏又倒了，这不能再死人了，再死人感觉要被一波呀，朱美大到了无底线了，但这个时候卡莎是没有飞的，卡莎跟飞机顶着所有人在前面不让BLG过来，无所谓高手不赢第一吧，朱美是有狂徒的，他反正一会儿就能把血回满，左边的防御塔非常的脆，已经被点掉了，三射手点塔的速度快到无法想象， BLG 这个时候做困兽斗，熏还有最后的30秒才能复活，五打四在塔下感觉打招说怎么说一下开回又 carry 秒掉了，哎有点机会吧，打前排阿兵兵没死，兵没死，欧文能攻吗？欧文有没有攻？哎阿兵回去有贴贴后面，贴后面慢慢追，别急贴后面就慢慢追，等兵来了，等兵露头，狂徒在回血，都顶着猪妹，打招直接杀猪，杀猪女够了，杀猪女拿龙魂，杀猪女够了，能拿龙魂就行，能拿龙魂就可以啊，杀猪女一定够了，这不，他在后面 QW 一直挂重伤，很方便的，他都不用人走到往前走。莱昂纳开不了的位置被逮到了，一个大招打出开辅助，哇，根本扛不住。回家有气还行，但是两边哎，熏，右边是什么？右边是故意上来跟你换血的呀，因为他们也有狂徒能回。他你看吧，他右边就是故意野辅上来跟你换的。对，他是故意的，他们就让野辅上来挨打，然后给你换血。对，你看女 T 在回，猪女也在回，全满了，但是左边被打的血是真的没了。一会儿又是，我想说泽利都跟不上啊，能跟吗？能跟，逼个 fly 了，太狗了，能当杀吗？泽利就真的顶不住，好像真的顶不住了。老黑赢了吗？逼，往前组，虚空锁敌，另外一队好像老黑再拿一个头，老黑就得了。也没赢，没事，下一把吧，下一把。这把打跟 T1 打无所谓，真无所谓。这把跟 T1 打，说实话，给右边拖到40分钟的，左边就该输。这把不可能给右边这个阵容能拖到40分钟的。你感觉这个龙魂应该在26分钟应该拿到了。对呀、啊。兄弟，26分钟都久了，感觉24分钟。哎，加给了，下一把。我们要恭喜 T1 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1-0打羊，凭借着不是这把真自己送的，我说实话这把真是自己送的，就 BP 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就纯自己送，不送早可我把赢了。